一口美年达，灵感大爆发。本节目由美年达独家冠名播出，加点线索加点料，现点现做必胜客。本节目由必胜客赞助播出。加入芒果 TV 会员，每周四中午12点抢先看正片，尊享超前彩蛋、会员 Plus 版等更多精彩内容。上周，蜜桃团来到餐厅，成功拿到第二个零件。耶、！8点钟声响起，不料餐厅老板突然失常。我说了8点钟了，你们快走啊！你们快走啊！晚了，晚了！整座小镇陷入混乱。要去馆长办公室。小贾，办公室。这里，蜜桃团逃往馆长办公室。这个我们可以解手环啊，成功解开手环。哦，白天正常，生物体在夜晚时会进入狂暴模式，需要用幸福果与地下水混合的液体进行对抗抑制。还是得给抓药去。突破重重阻碍。哦，这是幸福树啊！哎，开了，开了，开了！获得抑制狂暴证明的药水。走走走走，我们下去教他们。哎，可以，哎，可以。在信息室，发现了小镇骗局的证据。他们是无缘青年满族三无，无缘青年极容易被爱与关怀吸引和哄骗，而且一个无缘青年的消失，没有任何人会记得。哦，就是网络诈骗。被抓走的陶雷雷去了哪里？大家都在店里物色人选，我看那个陶雷雷就挺不错的。他被选去当什么了呀？馆长究竟在密谋什么？蜜桃团最终能否解救镇民，顺利逃脱呢？哎，是尖叫鸡，尖叫鸡。请别打开尖叫鸡。你怎么，哎，你的人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经历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经历？鬼哥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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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什么东西就推过。哎呦，没办法，别出声，别出声，别出声。我快给我耳朵按聋了，我都快。给他封上，封上，封上，封上。不是，但是这东西不打开，咱们打开这个，为了就开这个，然后它的结果，它里边肯定是有东西的。那再来一次呗。哎，没事儿，打开，打开。还有东西吧里头？不可能只有尖叫，有钥匙。有钥匙。哇，我刚刚很猛，我刚刚很猛。去，来，来。哎，不对呀，我今天第3次来了。大陆哥，上。他不怕。大陆哥其实也怕，但是他看到了他就不怕。对，我看到的。他只怕虫子。大陆技校一哥，我跟你说，哎，我抱着你。陶雷雷，陶雷雷，他是那个什么，咱们那个
雷雷嘛，是吧？哎，哎，生物连接记忆提醒器后会陷入昏迷，生成储存记忆脑晶片。来，哥哥念。来，哥哥念。脑晶体放置规则：脑晶体面板上黑格数字表示该格四周相邻空格可放置晶体数量，没有数字即没有限制，晶体可以照亮其所在同一行和同一列，遇到黑格即停止，且晶体不能被另一晶体照亮。遵循以上规则，将所有空格照亮，即为放置正确。脑晶体，就它这个，哦，对，放这个。它这比如说这放一个，它这边就它周四周只能有一个。你看，我们从简单的试嘛，这是踩地雷嘛？对，这里可以有三个，就这三个。对对对对对。哦，扫雷是吧？扫雷，对，扫雷。那这里呢？两个，两个。要照亮每一行。哎，这边就多了，那就这边这边。这个也在这里多了呀，这个两个也在这里多了呀，那就是这里嘛。对，对吧？对，一个两个一个，然后放这边，好，过了。不对，这里还要放一个，这里还要放一个。不对，那它就有三个了。那就把它放到这里嘛，然后这里再放一个，不是一排呀、啊。最后一列没有照亮，就放这儿。晶体可以照亮所在的同一行和同一链，但遇到黑格即停止了。就它这里有了这个，这边就还得要有一个。对啊，这三个是一对的，没问题了。但那一列没有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不能这样啊！每一行每一列都要有吗？这不是一吗？这反正没问题吗？这是两个，两个。哦，我懂了，这里要来一个，遇到这个，因为这里他没照两个，这里可以照两个，没事，我们慢慢来啊。好，这里有了，这里有了，这里有了，这一行少一个，你把这个放这儿吧。哦，成功了。机遇读取中来了，还有太阳卷了吗？如果不是碰巧遇见在我家隔壁送外卖的小德，我恐怕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。我和小德一样都没有家人，他说家人是他内心的伤痛，他从不会轻易提起这两个字。还记得那天是小德生日，但我却怎么也联系不上他了。这真的太奇怪了，小德朋友圈的最后一条动态竟然是家人们
我在有缘小镇住下来了，这里真的太好了。他怎么会随便说家人这两个字呢？我决定去有缘小镇找小德。我终于发现了有缘小镇的真相，我应该已经被盯上了。我假装放松警惕，捡到了他的触须，我悄悄把他的遗体放入了冷库，伪装成自己已经被侵占了。被侵占？我找到了解救小德和其他镇民的办法，可我一个人完不成，我要想办法找人帮忙。就是我们就是那几个那个人是不是？要找人帮忙。你们还记得这个广告吗？对，这个有缘小镇免费体验零元一人。哇，这你知道这是谁被骗了吗？这是我们被骗了。是你们找到了我，对不起，是我骗了你们。小镇的宣传广告也是我发的，我希望你们可以发现小镇的秘密，帮助我一起拯救小德和所有的镇民们。虽然你们已经解开了手环，但是你们想逃出去，就必须解除小镇的屏障。替身人的飞船还在小镇上，你们要想办法让他离开，返回替身。之后，你们再去水房。哎，得去水房，水房在哪儿啊？水房呢？水房在我家那栋楼的负一层。好歹在家，你们要将幸福果滴入水箱，开了，然后再打开水阀，启动喷泉。那这就喷泉，喷泉旁边，将所有的镇民们聚集到喷泉附近，让喷泉淋湿每一位镇民，小镇就可以一切恢复正常。昏迷之前，我看到小镇馆长往那个方向去了。我还听到他说，密码好像是他的生日。你们快抓紧时间，快！走走去，哇，好酷，好刺激啊！好。醒醒，告诉我们他生日，他是几号啊？馆长的生日，这是什么？园丁日记。2月29日，今天是馆长生日。0229。哎，开了。开了，开了，开了。哦哦。果然是，哎，厉害！哎呀，厉害！对对对。走，哦，这里还要有一个人坐镇指挥室吗？哦，爆发机，对讲机同一频道方可通话，要对讲，就是说两边合作是这意思啊？哦。我去抓鬼，来，我也想去抓鬼。幸福果修复，这儿。
我们是 T 星派往地球的先遣小队幸存者。T 星人无法适应地球环境，在地球上，身体机能会逐渐衰退致死亡。我们在神秘山洞附近发现一片与 T 星磁场相似的区域，适宜 T 星人生存。我们决定在此建立小镇定居。但是受月相影响，夜晚小镇的磁场发生紊乱 ，T 星人的身体仍然会持续衰退。看来要在地球上长期生存，只有侵占人类身体。在人类清醒状态下 ，T 星人将自身神经元输入人类体内，神经元迅速进行自我复制，短时间内完全侵入人类的脑部神经系统。我们将飞船作为储藏库，保存已成为侵占人类身体的 T 星人本体。夜晚小镇磁场紊乱 ，T 星人会丧失理智。无缘青年只是开始，等幸存者都成功转成为人类，我们将向 T 星发送信号，运送更多 T 星人来到地球。 T 星已经无法生存，只有完全占领地球才能延续 T 星人的生命和文明。我已经理解是这样子啊，他是 T 星人无法在地球上面生存，他只能在经打自己的神经就侵占到人类的脑神经里面啊，所以他们现在马上就要去给 T 星发送信号了，然后要运送更多的 T 星人来到那个地球。幸福果可以修复 T 星人的神经，但如果人类被幸福果和地下水配置而成的液体侵透，他们体内的 T 星人神经元将回归 T 星人本体，恢复自我意识，这是个不能说的秘密。怎么样返回 T 星啊？我是只要摁一下返回 T 星了吗？十五分钟，飞船即将离开地球，我们要快点。哦，我们要在十五分钟之内去把那个生命果放到那个水库里面。我们可以分开行动。我去吸引证明，那就是这样吧，我们两个人去水库，其他人去吸引好吗？还是三个人去水库？两个人够了，因为吸引需要四个人，最起码。我觉得智商最高的去水库吧。好，万一难，那就国伟你去水库。国伟你去。那我跟大老师去那个水库投水库。行，那我们四个吸引。那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，出发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下，外面超级黑。啊、走，出发。这是出去没有？你不要闹啊，大哥。走了，走了，走走。等等等等，走，大陆哥。走，走。哎，等等等等，有哥在。来来来。哇哇哇哇哇！走吧走吧，又来了。什么东西？哎呦喂，那得了！哇哇哇哇！后面是不是有人啊？有有有，待会一堆人追的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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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哇哇哇哇！哎，后面走，往后走，往后走，走走走，往后走。不要跑！不要跑！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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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！稳住！用力推！用力推！哎呀，撞了我一下！
那我们去跟替行人玩了。来吧，走，把门关起来。我关不上了，我走吧。老大，请跟我。水库在。啊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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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是他的家。是。哦，是他的家，对，他们家下边。这儿还是这儿，这儿根本不能啊，这不行。换一个门，换一个。还是去哪个屋啊？啊！我啊！啊！啊！那边应该就是地下室。你干嘛？你去哪里？大陆，我们不是，我们不是，我们不是要吸引吗？我们不是要吸引吗？我们不是，我们要吸引，没事啊。下边这块是水库，下边水库，先进去，站点进不去啊，站点进不去。啊！不要挠我，痒痒痒痒痒痒。我是老半夜的运动。就我们俩啊！天早幸福过。在水方，我在一个地下室，我一个人。全部倒进去。我投进去了。然后呢？那个转。水闸。就算是打开了吗？哦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有了。
水管的漏水怎么办？不抓我们了，你搞错。你为啥不上来呢？完了，大哥！上来，上来！小心啊，这里还有这个绑的。这边来开开，开开，别上，开开，下来，爬，爬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湿透了。水压表看一下，这儿那儿，小贾，那儿是水压表。当水压到达60，怎么样能让水压变高啊？要堵，我们要堵洞吗？要堵水吗？然后嘞，它才能正常供电。还是那个，这边要，还是要回边转的呀。已经动不了了，已经动不了了。这是什么？塞住是？还真是，这肯定有用。那就塞。你要盖住那个眼儿是不是？盖住眼，盖住眼。
他就会乖乖的，对不对？哎，有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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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上升啊，快到四了。你们怎么样了？你们怎么样了？怎么样了？我们这边 OK 了，全引过来了。再等一下，我们再等一下，我们。大老师，再给我。好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，快到六了。没了，好，到六了，走走走走走。喷泉那边有个按钮，按钮在哪？有按钮吗？这里这里这里。黄啊，接着黄啊！要解了是吧？还记得你们怎么会来这的吗？哇！天哪！小镇恢复正常了，小镇终于恢复正常了！走走，过去玩一玩，干嘛？干嘛干嘛干嘛？结伴结伴结伴。咱们在上面多好，为了咱们而欢呼。对啊。我很喜欢今天的主题，是真的。其实今天特别的不一样，就感觉到了一个新的次元的感觉。最后大家都在那边喷水，然后在那边欢呼，在那边跳舞的时候，就感觉很，其实蛮感动的。我就在底下看着他们在高台上面，我就觉得厉害，他们就是我的英雄。
死，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一种快乐，能当一次英雄还挺开心的。就大家都牵着在转的时候，就感觉到真的是很温暖，然后很开心。非常感谢你们拯救了咱们的整个小镇，咱们的小镇都恢复正常了，然后小镇的屏障也已经解除了，各位，然后咱们小镇的入口也已经打开了。地形人把目标对准了无缘青年，因为他们平常没有人关心，没有人关爱，周围也没有朋友。我觉得地形人这么去想是完全不对的。嗯，我觉得任何人的消失对这个世界都是遗憾。这个也是提醒我们，就是要多多去关怀身边的人。我们能所做到就是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和理解。一定要关爱自己，关心别人，还是要选择相信自己，然后不要太容易被这些花言巧语所蒙蔽啊。在我们学会怎么爱别人的时候，应该学会更爱我们自己。就可能仅仅就只是小小的一句安慰，都可能会成为他们黑暗里的一道光。太不容易了，今天太不容易了。今天这一集是不是相当之精彩？上半集感觉都是特别奇幻，下半集突然间出现这些人。对对对，而且今天就是最后安定的时候特别有感觉，就叫拯救地球人，拯救地球，感觉自个儿特别伟大，是不是啊？哎，然后最后都爬上那个什么去了？你越来越厉害，不害怕？哎，对，完全不害怕。你们这都是谁？看今天确实不放在眼里，一般般。而且解题也解得棒，是不是？对，今天总共。一共解出来一道题吗？十五分之一，十五分之一。那大陆第一次来感觉怎么样？跟兄弟们一起玩，然后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。谁是你兄弟？你把你兄弟关在了门外边，这是谁？生生把你兄弟直接摁在门外边。对不起。那徐凯老师这次感觉怎么样？我这次来以为我来错了。我说，哎，怎么今天上午这么多体力活？好，一到晚上啊，感觉来了，还是回来了哈。对，还好有国伟哥保护。今天我觉得那个咱们这个主题也是，有很多的朋友说是那种所谓的生活之中无依无靠，对，然后就会因为怕寂寞，想得到爱而容易被骗，误入歧途，好奇心。对对对，其实那个寻找爱的方式有很多种啊，然后大家还是要冷静，不要轻易的被骗了。在寻找爱的同时呢，更要学会爱自己，因为更学会怎么爱自己，才能更好的爱别人啊。没错，嗯，好，和我们大家一起庆祝一下，耶！来，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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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嘞，干杯！非常棒。那我们还是喊出我们的口号吧，密室大逃脱成功。来，走了，说要坐最后一排，坐最后的一排，想，是不是？小贾，我们蜜该回来了吧？肯定要回来了吧？我们召唤，蜜姐回来了，我们使用能力，蜜。
我就说你肯定。哎呦，同学，欢迎欢迎 ，Welcome back。我今天甚至上来的时候以为，就咱们是每年拿一人一个色儿，咱们特别适合每个人拿一果盘跟人家说，先生，这是你点的吗？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知道没有你，我们在密室里面困了20个小时。哦，真的吗？那么开心吗？那就去睡了。没有你，我们根本出不去。就是你没来那期，他们就玩了命的让我们跑。真的。出发，李哥。各位玩家，我们这里收到了一个寄给密逃团的快递，大家来，队长快去，是吧？队长，队长。来，我们前看一下。陶雷雷从有缘小镇给我们发过来的。我们当时就去了一个这样子的小镇，免费体验零元，每个人。对，我们就是一帮爱占便宜的。让你一贪小便宜就没好事儿。所以还是替星人吗？对啊，替星人呢，他不是之前说他不适应地球的生活吗？他怎么这样呢？对啊，他为了适应地球生活，他就找了一些无缘青年进来，然后就把自己的意识就植入到那个控制住人家。所以他身体是正常的。对。但他们流蓝血吗？流蓝。啊，还是流蓝色。对，他们就是往他们身上泼蓝的嘛，一泼一蓝的，咱们就知道了。对。他们有6个手指头吗？啊，没有，他们就像个正常人。其实他相当于附身到这个地球人的身上。对对对，附身到地球人身上。啊，所以其实现在我们身边可能有很多的替星人。张国伟。啊，张国伟是替星人。我不是，我不是，我真不是。你早就是了。蜜桃团的朋友们，我是陶雷雷。你们从有缘小镇离开后，我们这些被解救的无缘青年，有些已经回家重新去适应社会了。包括我和小德在内的其他人决定在小镇定居。我们已经从一个个孤立的无缘青年变成了一个互相关爱、其乐融融的大家庭。这一切都是托你们的福。盒子里是当日小镇监控记录下的部分画面，寄给你们来做纪念。对了，小镇现在是名副其实的免费游了，有空来回家看看。小镇的大门随时为你们敞开。哇，还有视频，哇，好棒，看视频。有缘小镇，就是你们那天解救的是吧？对，我们那天不在一个地方，必来了先挨顿打。枕头雨，好浪漫哦！这边楼梯，这边楼梯。你知道我们表上面，我们在上面带了一个那个电，然后我们如果被监控拍到，我们就会被电。你看他，而且他看见你就一直电你，狂电，真的电。你知道那天有谁吗？嗯，徐凯跟彭昱畅。我知道，这不是看到我很明显我认识他了。对，徐凯那天后来给我发微信说他要累死了，还那破球滚半天。停住！咱们都完全没法跟人家抗争啊！他只有推咱们呢，咱们怎么抗争呢？只要是不要钱，就没好事。还行，你这个特别厉害，这人飞起来了，这有点厉害，这有点厉害。他突然间就开始变成这样了，之前咱们还知道往哪躲，上回那期是跑的根本不知道进哪门，对，就在里头乱跑。主要那地方太大了，完全不知道往哪跑。你们属于跑酷，跑吐，一边跑一边吐，真的是跑吐了快。还有一个滋那个水，那个特别准，直接滋我鼻孔里头。跟挨大嘴巴似的，啪一下。你看我鼻孔里了。从底下有一个人，跟那个人的瞄准一样，我。所以你们怎么把替星人赶出去的呢？纯靠那个彭昱畅搞笑是吗？对对，彭昱畅就给那个替星人跪，他说求你了，你赶紧走，你出去吧。替星人被搞笑到了，对，替星人就很感动，说居然、就是。他看到彭昱畅跪会感动吗？但是三顾茅庐嘛，就感动了，还是感动的。对，就感动了。你们做了什么呢？到底？我们就把那个幸福果，然后放到那个喷泉里面，然后那喷泉就把幸福果扔到了各个人的身上面，然后就把他们净化了，回替星了。
那你的那个你们家娃呢？啊啊！我真的好久了，终于见面了，没事没事。你说爸爸会保护你的。爸爸会保护你的。有爱。替星人那边做了一个节目叫《爸爸去哪儿》，我还会回来的。爸爸去哪儿？然后就去叫他，就找不着，找不着国伟了。我觉得这个节目到后边的时候，可能什么乘风破浪的姐姐都会植入。突然开始海选，突然开始什么舞台，对，连动各种舞台，对对对。一公、二公、三公，就所有都可以。然后突然进入再见的爱人，就有一段被有 NPC 俩人开始离婚，然后说俩人能不能和好，咱们进观察室，然后一个小地儿在那一个小窗户那看的，说他跟他怎么还没好啊，他就是这个男人有问题，这个男人有问题。那你觉得爱情里面理解重要吗？还是背叛重要？什么这些？对对对对对。探讨问题。然后拿出一个 iPad 说本期的话题，请微博加入讨论。所以现在不只是密室这么简单。对，就反正就是这些节目都可以联动，我觉得特别的靠谱。对，现在已经不是密室了，有可能你进去都是一片大海。联动的向往的生活，我们还要联动多少？就各种联动的所有节目啊。芒果台还有什么节目？芒果 TV 还有什么节目？我们是可以一起。好多呢啊！我觉得咱们就是因为进入每一个密室都是一观察室吧，就观察各种人的那种生活，猜他们两个怎么样？对对对对对，那可以，是不是？那咱们就专凑多少 NPC？ 可以。然后回答一些两性之间的问题，你只有答对了，那个问题才能开锁。光开什么四五六七，那些有什么用？对呀、啊，一个女孩问你说：“我下班了，你是不是要来接我？”应该怎么样去这对正确的回答，然后才能那个对人家问你，他说我下班了，你要不要来接我？你指挥好，他就急了，不想来别来，一天了，不想来别来。我说你不能指挥一个字，你得回一堆。太好了，我想你一天了。怎么现在才下班？我现在给你买好了什么什么东西再去。对吧？就如何正确答案？张国伟前任的微信该不该删除？对，如果前任抛弃你，去到了其他的星球，你要不要把他追回来？对，如果张国伟的现任跟张国伟一块遛弯的时候碰见了前任，然后前任跟张国伟的现任说：“祝你好好的。”该如何应对？对，如何化解？我觉得情感问题比那些难多了，然后咱们就解决好多。那这些情感问题弟弟就回答不了了。他可以猜嘛？你可以猜嘛？现在他正是好奇心最强的时候。好奇心最强。对，我真觉得密室观察挺酷的，记住他们的感情线。以前都是那些摄像老师这样看着我们，然后这次我们就擦着玻璃看他们。对，而且他们的关系是不一样的，有的是刚认识的，有的是闹别扭的，有的什么各二的，对。然后其中一个人还是一个人的前任，这种好玩。而且有一个怪兽专门把他追到了那个地儿，然后两个人还是前任跟那个现任两个人还躲在一起了，还困在一起出不去。那比恐怖密室恐怖多了。然后他们找到那些东西，还必须得是说他现在男朋友的那个那些，比如说个人特征啊。特征什么的一起回答，才能什么哦，这个精彩了。好，就这么办吧，咱们下一期就这么干了。他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？他最喜欢吃的菜是什么？对，然后还有前任，比如说小红，说小红他妈妈对我的评价是什么？他问他妈对你的评价是什么呀？他就问类似这样的。这不是你个人的密室，这是小红个人的密室。蛮刺激的，蛮刺激的，想看，这个好玩，安排一个这个吧。可以。一口美年达，灵感大爆发。本节目由美年达独家冠名播出。万般线索皆可破，我是人间必胜客。本节目由必胜客赞助播出。动感新青年，一起放光芒。中国移动芒果卡邀您一起观看《密室大逃脱四》节目同款实景，独家原创密室体验，尽在 M City。
新浪综艺，感谢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、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、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、网易娱乐、网易谈心社、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、指定问答社区知乎、深度知识合作平台苗东百科、世界如此简单、新闻客户端一点资讯 Zucker、 特别合作百度贴吧、 WiFi 万能钥匙、智行、百度输入法、 YY 直播、网易有道、宣传输入法、智联招聘、怪兽充电、合作媒体独立于地。